原标题《水浒传》有一类好汉，高俅、蔡京等奸臣都不敢轻易动文盟书生。《水浒传》里有四大奸臣：高俅、蔡京、童贯、杨戬。这四位无法无天，欺压百姓，欺上瞒下，搜刮民脂民膏等等。忠臣想扳倒他们，肃清官场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主要是皇帝下不了决心。四大奸臣任人唯亲，导致官场裙带关系严重，昏官很多，官场黑暗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梁山伯一百单八人中曾在官场的好汉，他们大多是因官场黑暗和被奸臣迫害而离开官场，林冲被高俅陷害，关胜有能力却不得志等等。宋江等人招安之后，北击辽国，南灭方腊等好汉们立下赫赫战功，很多大家所熟知和喜爱的好汉战死沙场，比如豹子头林冲、金枪手